新加坡娱乐大赏，亚洲娱乐独一无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，非常的感谢，心中有万分的激动，因为我入围了人气男歌手的奖项。人气男歌手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是受宠若惊，但是这份感动我希望可以继续存在着，所以说请大家投我一票，我会继续加油的，谢谢大家，你们一定有方法的，投我一票，对 ，OK。